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这是我那台陆风车，现在在炮厂在那修。今天发动机已经修好了。上午去提车了，本来拍了好多视频的，但是想想还是不往上放了。抽两段截图放里边吧，让大伙知道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本应该是喜气洋洋的，我和胖子去提车了。是的，真的去了。今天晚上得戒点酒，消个头啊。但是我俩差点没被人抓起来，都报警了。是的，警察叔叔都来了。我相信今天看了我直播的人都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。也不说谁对谁错吧，就说就事论事吧。然后，那个车暂时就先不提了。那个车，发生点小不愉快，然后那个车定金我也退回来了，定金也退回来了，退全额全款我退回来的。我就说一项吧，这个咱们要全款买车，是不是得把这个合格证直接当时就得给你？直接就是把合格证直接，我车我一手交钱，你一手交车，合格证同时给我。他不的，他说要给我寄回去。谈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现在就是要谈退钱。我车不想要了，为什么不想要？因为我来买车，合格证没有随车给我带，我的时间也着急。昨天你本来是说昨天，到车，但是昨天能上牌。我来的时候，你们承诺是昨天能够合格证给我，直接我拿回去能上牌，能打连牌我就走。但是昨天没有，前天说的，没不是合格证。车轮昨天到了，昨天是确实到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现在销售车的话，你卖车的时候合格证都不给带的吗？你这订车是武汉调回来的。我是啊，我说今天我来取车了。我跟你当时还说了，我说是武汉调回来的。武汉调你没有当时你没有告诉我说没有合格证。合格证你要合格证，合格证有附件可以上牌，可以上临时牌。我要上正式牌。啊，上正式牌是不是黄冈上？是不是？我就今天拿着牌开车，我回家就上。我今天就、我明天就到家。我知道你那个手续办需要时间，不是你去完拿，是不是？你去完拿的，是不是今天？我的时间也是钱。但是好多人跟我说这个合格证，如果是他说给你寄回去的话，就有可能是。他这个车是在银行抵押的，然后他要去那儿解押之后再给你寄，有可能你说今天把钱交了，交完之后等你回家，他说给你寄回去，可能是今天，哎呀不行啊，今天有什么有，明天有什么，然后拖多长时间，这个不是我想看到的，所以说，这个车呢，我也就没提成，当时呢，我和胖子是在直播的，可能是。直播间那个这个评论的可能热度有点高，然后引起人家反感了，在一边答应给我退款的同时呢，又一边报了警。你买的车你也没说不要，你是要交的。我现在不要了，因为没有合格证，我不想要了。你后面人怎么回事？合格证是从车从武汉调的，因为银行星期一出证，我们已经去邮寄出来了。刘一凡，明天一早就到了。是的呢，那你这说来说去的啊，你还是没双方在交车的时候，你还是有。但是客户在订车之前没有任何说，我必须当天必须上。你这个完全叫耍赖。这不要。你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成不了了。咱。我这个还是这个数据，我买车，我随车，我买新车，我全款，我不是贷款，我肯定要合格证。你要不给我提供合格证，我就不要了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我们是要提现车的。啊？你是全款提车？我要全款，我告诉他我全款提车，我不可能，我有记录，我都有视频，我不可能说，我因为我买东西从来不贷款，我说是我全款，你全款你就应该把随车把合格证给我拿来，因为我是辽宁的，我不是咱们本地人，我要求我马上就想回家。我联系是辽宁的，对，辽宁怎么在我们这儿买车呢？我从西藏回来，车坏到这儿了。要不为什么买车？这个车是我朋友，刚才我的朋友他刚给我修上，然后这个车我不要了，我说给他了，因为修不少钱，我让他说他给我花钱，我说我翻不上。那你上牌去了还是上的？回家上啊，为啥要合格证啊？
对吧？我今天开回去，明天我回家就上牌，我还有，然后我要去接我闺女上，还要去丹东，我成天在路上跑车。我不是说像他们似的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可以去跟他耽误。我也是个做自媒体的，我也不是说这个普通，就是我你说喝点啥上连牌什么的。约定的话，就是交车是什么时候交的？约定，他说昨天给我车。车昨天知道，车昨天能到了。然后又告诉我打不了票，又打不了牌。我们前天来的时候，他说明天，他就说前天说的话啊，明天就可以来提车，可以连打连牌，打完牌你回家就可以上牌，这么说的。啊。你是要视频，我可以给你提供视频。就是他现在只要通过还是爱人去拉回来，才能慢点。什么？就是说他叫我不要了，因为刚才他给我个很不好的购车体验，我不想要了。就因为这个合格证的事，我不想要了。就是说的意思，现在就是把合格证拿到的，我也不要了。对。警察说，那你们直播的播来播去的，那个不好。我说我不会播的，我播他一些其他的事儿啥的，影响他的。我只是拍我应该拍我自己直播的一些东西，我也没有说的任何东西。再说了，我说换句话说，如果说我今天不是主播，我不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，那么你还会给我退车吗？警察什么也没说，然后就是警察就跟他说，你们这个属于合同纠纷呢，你过去个车，警察说你这属于合同纠纷呢，你这不属于说治安案件呢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双方在他那个记录上笔录上签了个名，签留个电话号，留个身份证号，然后警察就走了。因为这东西你涉及不到警察，如果真正我们有纠纷，也先介入的应该是工商局而不是警察。但是这个事儿弄得朋友们感觉有点啥了，有点小恶心。买个车没买成退车了就报警，唉，是有点憋气是吧？给我胖子气坏了，那家伙说那边还恶人先告状，说我们怎么着的，各种给我们喷。后期还在胖子直播间跟胖子各种喷，说胖子这个怎么说？说这个啊，你就准备下家，你又会你会霍下家这个店怎么霍？或者说咱们霍下家店？他说我们下一家准备去哪、去哪个品牌，准备霍下你品牌去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呢，开始我们去的时候态度很强硬，就说这个脚垫和这个脚垫就送那个脚垫特别的破，朋友们，那个脚垫就是属于啥呢？就是等于你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就是临时垫个报纸，等你回去之后，你把这玩意儿一扔，再换个好脚垫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咱还有该说啥是啥。我那右前轮那会儿那给我放气儿那补气儿的时候，那个嘴儿没拧严，还没气儿了。人那嘎实话实说，给咱还补了个气儿。对对对，真的是给咱补了个气儿。那个咱有啥说啥，那个销售员真的不错。销售员啊，从头到尾对咱特别的客气，人家要求啥也好，就是那个小领导，对，哎，感觉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。完了，有人小销售员，没事，你买车气儿，我都给你补一下，把气儿给我补上了，回来了。啊，中间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发现好了。他中间说了一句那个，他说这东西，说实话，就是说你车要这么急，然后呢？啊，你应该全款，对。你应该全款。啊，你应该全款买这个。就因为你没给全款，所以我那个合格证没到手。哎，你说这不是强词夺理吗？是啊。说我们因为没付全款，我付定金了，我很明白明确的告诉他我全款买车，那么我来取车了，你就应该同时把合格证给我，而不是说你去给我邮寄，我的时间不是时间吗？我的时间不值钱吗？关键这个不是邮寄的问题，你没发现吗？而且万一他要不给我的话。我把钱给完之后，然后我上哪儿哭去？我找谁要去？关键是他是这样啊。嗯。你作为 4S 店来讲的话，你就应该把这个手续搞齐的，对吧？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吃，你就应该把手续搞齐。你不应该说什么后面给我邮寄的。对呀、啊。掉了呢，你是不是耽误我时间？我去等啊。而且的话，他也别说我们怎么着，而是他事先他就没有履约。你首先你应该，你卖车。那个车辆的合格证是随车携带的，我全款买车，你必须把这个合格证同时给我带着。你不给我合格证，再换句话说，我能不能就是说我把车先开走，然后等你合格证到了我再给钱？你肯定不干吧？那你同时反过来说，你合格证不给我，我们也不干。是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最可恨的，
他这个结果，这个说完这样之后，我和胖儿在直播，他就认为我们那个黑他了，黑他4S店了，把警察叫来了。刚开始警察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处理别的事儿了，结果他们在屋里边沟通了20来分钟，出来叫我，叫我们的啊，先叫的我，说这怎么怎么，那意思我不应该直播，我不应该拍视频。我说我拍视频，我直播，我也没有说他们任何一句其他的呀。我拍视频，我也没照他们，我始终在照我自己，是不是？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想看我提车，然后我拍视频，我再说我拍视频我也没有发。最后一句话吧，就像有些网友在底下评论着我说，没准儿明天车可能还提不来，让你说着了，真的是一波三折。然后车没提回来，具体后续是在提车还是把狼烟枪修上，今天晚上我再研究，看看怎么说。我是说把狼烟枪修起来。修起来。对。好，车咱不提了，那不能省点则省吗？好多啊，120万。真要修完了也不少钱。这个修全修下来又得10000多。是我之前修10000多，这个车已经交这个钱，我是真不想要了。我是让胖子把这个车前后杠收拾收拾就卖了多了，卖完直接他就把这个配件钱啥的好弄回来，要不然太亏了。哎，亏不亏好说，但是我感觉修起来之后，啊，你就可以省个10-20万，啊，那个 W 它都是 W。W， 那完以后万一路上再坏呢？完了，广大网友说了，老狼这个是没有视频内容，就非得那个破车要给他找素材。是的，其实也挺好。好多人都这么说我了，我是真的想换新的了。对，另外还有一个，之前在视频下边评论说那个老狼买新车，我赞助多少钱了？立铁为证那个朋友把那个扒出来。让那大哥看着这个视频，我准备买新车了，能不能赞助？行了，跟大伙说这些啊，就这些事儿，这个反正挺憋气的吧？买个车还让报警了，这个总有一条法律适合那叫什么？寻衅滋事。总有一条适合你。但是我们俩确实没有寻衅滋事，我们很克制，我也没有从头到尾我也没有跟他吵一句。退10000步讲，朋友们，我就这个车没有任何理由，我就不想要这个车了，行不行？可以吧？何况说他这个合证他不给我，还要邮寄。我一个外地人，我也不是本地人，万一你不给我，就再烫我10天20天的，我不得挺着吗？是，犯不上吧？好了，就这样。